真巧，这个就是无脸做的山水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好。我们昨天是不是一起吃饭的？郭总。郭总，不好意思啊，郭总。谢谢啊，这是你哥的，那是你哥的，那生意就好谈了嘛。饼哥，我的大帅，我是你的忠心粉丝的，口在我的一眼就把你认出来掉了。那这个是块料子的吗？是四份石头，但是是一个敞口，都是会卡，公司拿出来的货。你们自己家的？对。这个卖多少钱？这个价要6万，我都不知道，没给过价，看多少给多少，没事的。没，我这种是看签数的。不是，你看签数我都可以把你打电话问，你别看个一两天那不好。不会不会，5000。好，这种小的摩西沙对不对？对。晚上就到了，我叫他给你拿下来掉。好的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称呼？妹子。妹子，这妹子好有福气。你这个字长在这里的，我们这叫富贵字。我要给你握个手。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。谢谢老板。每天都看你那边邀客那些，大家都是行家嘛，能不能忽悠人，我们一眼就知道。那是美食做事，没有忽悠人是吧？对，谢谢谢谢，这就是行家对我最大的赞赏了。压比就是好的好的是吧？多少钱？这个？我问了他看一下。这个呢？要卖2万，要15000。哎，15000都不卖？不想卖的，他本身也是雕刻师。哦，那就好嘛，你问他15000卖不卖给我？要打你的名号，饼哥肯定会卖的。这样啊，那就好。你这边的从这里。换过来五遍就是你们家的量最高。你应该知道，饼哥，玉他跟银江都有区别的。银江是你要熟人，熟人他才给你拿货看，不是什么的货他都摆在外面嘛。当时最早是给了12000，最少是10000，你加到5000，他就打电话给他。好，这个我喜欢。好像昨天晚上开了20000，开20000了。但是你看多少给多少，没事。那个你的玩物，一个老大哥，你15000，给个面子嘛。我大哥特意从广东下来，谢谢。因为他也是雕刻师，你是同行，因为你们雕刻师看这些东西看的比较，都是看你有空姐费不小选，就对了，饼哥。在你面前我都干害羞了，不要害羞啊。他说是想去加点，我都跟他说加不了，他说是不测试要打4000一片。我说你要卖多少吗？他说要卖18000，我18000那就谈不了。那4000一片是不是才16000啊？他的意思就是想加一下，我都跟他说了中介费我不要了。我告诉你，你15000的实收，你是打开门做生意的，这中介费我来抽。不是，我都不要中介了。不要不要，做生意我不会让生意的人吃亏的啊。你们这边中介费一般多少？5个点了，我们这里不像你们上面只要2个点3个点。好，看吧，他现在发来。不要，你跟他说15000，然后呢，要是成交了你就加上5个点，我怎么称呼你？我姓冯。是一个马的，错吧？红金当马良，哥有文化。你先把它放着，然后呢，结账的时候把那5个点加上去啊。这一个嘛，这个他都20000看不到。看多少？让我问他呢。这个不对你啊。都对，价格的问题。这个挺不对的。我在那里看了好久。你对是吧？我帮你杀。这个卖多少？给个4万。给过4万，看不到是吧？好，看不到放下。昨天也才给了20000嘛，不只是给个4万，我再说加1万。铅笔跟画不上。有油笔呢，谢谢你，小姑娘。小姑娘，你今年多大？30了。怎么看不出来？你嫁人了没有？嫁人了。升公子了没有？升几胎了？生了一个。一个儿子。响应国家政策号召，最少生3个。便宜不了呀。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天生天养。你兄弟姐妹几个？2个。那你父母兄弟姐妹多少？父亲有4个兄弟姐妹。就是嘛。还有7个。就是嘛，要生多一点点，天生天养，你担心什么？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好，我等一下要过去那边。如果我今天没有过去，你就跟杨总说一声。你们有没有探听到哪里是钓鱼的好地方啊？知道是吧？哪天我们一起去，我等一下就去买装备。终于把你谈成了。把这5个点送过去啊！我们不能让热情的朋友吃亏。不，下次过来说他饼那个屌毛帮你谈生意，1毛钱口水费都没有。这个我喜欢呢。你喜欢到时候我帮你谈就行了。但是你说这个昨天晚上人家给过20000。没事啊，因为我们去买一块料，5万也是我们开的。过了2天，我们去开价7万卖了，他厂商没钱用。因为他这个只能做一件小小的镶嵌的，那就开个15000嘛。15000。其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很真诚的人。我从你刚才跟你的朋友聊天的。技巧，我就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里好货这么多，因为你说话太有技巧了，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处朋友。你别贪我，贪我干害羞了。害羞什么？那我就谢谢饼哥了我们做生意要有生意的路子，不能破坏规矩。要我们要合个照啊。好，只要你看得起我，随便都可以。我想老店买多少？但是它是灰卡。是的，是灰卡。灰卡的皮这么油。好啦，哪种东西啊？太好称了嘛，能着饼哥。这个他说原来给3万没卖，这个是手上给个36000，也是怕难谈。难谈那就算了。这几个好看，这几个品种买下就到，到了我给你发信息。你还在吧？我在，没那么快走，还年轻。这天我都不敢聊了。就是这几天去上，就是他们厂商就是对半切嘛，大牌都切掉了。那来看看嘛，到时候。你这一份开口是从这里一直连到这里。对，这三片也是。也给过多少？一刀的水路的时候给个208，然后我伙计他没跟我们商量，自己闲着没事就。那些最近指标给了130。也放过公盘了是吧？放了。有没有品质再高玻璃底的？然后呢，裂多一点没关系。我们走了好几份了，我不知道你来，知道来要礼物给你的。谢谢谢谢。你都说他说有距离。
有距离就算了嘛。有一份还没卖，但是价也在边上出了，现在发到揭阳去了。早知道我就不下来，在揭阳等着你们。你是在锦州还是在揭阳？锦州、揭阳、四会都有。我们德龙还有店呢。这袋子不错。卖掉了。卖了。这个就是它有色跟能薄界面，这个应该就对你，但是我们也卖了。总够不够？够，两面不变种、嗯。我们把屁股全部剥出来嘛，54公斤，也是你们平时买去的，138。嗯，好呢，有的话要通知一下。啊、嗯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刚好放进标场，那个旺利家不是开不了标嘛、嗯？后来他又不让我们撤货，他一年都不能开标。后来大哥也知道我们怎么样，硬去标场里面把它弹出来了。把它弹出来了。后面是我们开的这，后面还感觉没裂、啊。那他们在矿上开秋刀了，这个多少钱吧？这个他要20的。啊，这些料子的黄它也到位，肉质也到位，但是这里有毛病。啊，打木砍的时候油性也足，这一点裂的对我们来说很简单，我们这里只要把它打掉一点点，线条一刮裂就看不到了。这里还有一条，最难受的是这一节，这里到时候可能要把它切掉一点点，因为它这里裂的有点深，到这里来切掉一点点。切完之后嘛，我们这么设计，把这一条设计成树干小鸟，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小鸟的话，我们做一只就可以，做鹦鹉。这一外圈就这里把它形状导正就可以了。我们到时候设计就把它打穿了，打穿是主要显示出那种鹦鹉，我们做前后完全立体的那种嘛，在这里要把它切掉。如果没有这个更漂亮了，这样子也行，它也够长了。其他的这两个先不着急，这个这里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这里这些要不要打的、嗯、我们很多在避裂的时候啊，有些人就是很简单的用那个仿古人过去，不是我们这个来做山水，然后呢这个山水你就是要做成山体那种感觉出来。如果是说这个料子呢还真不行，其实也不需要太大，我们把它这样修小一点点，因为这要裂太凶了，裂穿它是斜裂，修到这里来吧，那我们就更完美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好。这里这一条大裂，我们把它切小，你看就对应到这个树头到这里来。这只鹦鹉，因为这个料子切下来，这点还可以用呢。还有这里这个山水不太合我的意思，我不太喜欢。到时候再简单一点点，因为它料子的毛病在哪里？在这里这一条，然后呢这里这里，宁愿小一点，完美一点。它这个也不小，三五都是有的。真的是太喜欢了，我想象的就是要这样子，它镂空子哦，然后呢你看前后它是做整个是立体的，但是这只鹦鹉它明显不是那种很帅的鹦鹉，我们要的是英明神武。其实鹦鹉有很多漂亮的嘛，我感觉挺萌的。你感觉挺萌、嗯、啊，你看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。还有你看它这个黄的种水，还有这个山水，我这个山水用简单一点，当初呢这个山水本来很大的，这里到这里来我把它给切掉。你们说无裂不伤水，真巧，这个就是无裂做的山水。哎，还真没说，既然看还真的挺萌的了。我告诉你，像这种巧雕的东西，我第一眼看过去做什么，我就感觉它做出来是不错的。为什么？还是那一句话，经验丰富。还有这个山水，之前的原材料大家应该是记得的，这里有一条裂，这里有一条裂，这个还真是没有裂的山水。